好，我们再继续往南走，国境之南屏东在今天也出现了首例确诊，这是一名65岁的退休人员。好，县府公布他的足迹，发现他参加北部一日游的活动，有到过万华一间鹅肉店吃鹅肉感染。好，我们可以发现呢，六七八十这四天呢，他几乎都是搭从潮州搭台铁，然后转乘高铁到万华。好，这是他的足迹活动。那么事后也不参加了不少的活动，所以呢，他走过的地方，屏东县政府目前针对相关处所进行消毒，同时框列了5位接触者裁检居家隔离。其中一例在屏东的一个乡亲呢，65岁的一个乡亲啊，到万华旅游，然后在5月8号到万华旅游啊，5月10号回到屏东之后，一直到5月20号啊，自行呢这个去到医院裁检。而裁检当中，5月20号马上就已经确诊，那么21号在今天呢公布这样的一个确诊3037案例的足迹呢，来经过的这个地方，屏东县政府已经完成了所有早上已经完成所有的消毒跟相关的隔离框列的措施。